阴雨两人行，天不灵一人。绵绵阴雨两人行，乃至天不灵一人。你们能说出其中的道理来吗？因为有一个穿了蓑衣，有一个没有穿蓑衣。因为是局部性阵雨，所以有一个被雨淋，有一个没被雨淋。因为有一人走路中间，有一人走在屋檐下。你们都执着于不灵一人的文句，当然就无法发现真相。其实不灵一人不是正是说两个人都被淋湿了吗？手指月亮，月亮不在指头上。文字指出真理，真理不在文句上。光在文句上推敲，结果只会在文句上打滚，见不到真理。